这边，来，谢谢你，来办公室去帮忙，高雄三明治，来，来，各位三明治来，帮忙，来，这样没进来，来，鼎新路200，进来帮忙，来，没进来，进，够啊，够啊，来，一包150，赶快，一边接啦，一边包回来。来一包150，够了，没卖了吧？排骨酥，木桶排骨酥，哎，真的200块买不到这一包了，我要卖你150而已，刚刚卖了啊、哦。小哥啊啦，小哥啊啦，来，要吃卡拉鸡腿排来，哇，一样大块的10块，十块哦，爱美西啊哦，爱美西吧，啥我得卡拉鸡腿堡，这劲那口味，中午吃做咖啡，来，这样买一包。柯总长，外公啊，我那买三包。沙锅面三包，送到手啊！一人一包，来200块来。卡拉鸡腿堡，劲辣鸡腿排啦、啊！来200，我无骨啦，这无骨啦，都没有骨头了。哦，你用煎的、气炸锅都可以。来200过来，来三哥啊，买几包来？卡拉鸡腿排来200块等，来200块来。无，啊就无遐要谈客，你讲做要客，这就有谈客哦。大牌主呢，这是小牌主呢，来200块来。红包走。阿姨，我来讲，你有这人买生爱偷笑啊？够你跟泡面嘞，哟来，阿姐休息，准备卖呀，好来来卖卖啦，准备让给你啦，大哥好，来，我们讲这剥皮辣椒哦，剥皮，来小哥我准备啊，大姐带我先追嘞，来一包8包，2包3包，但是哦6月8号之前要吃完，吃不完放冷冻慢慢吃，来这样2包3包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家不会啊，以后唔敢跟我这份，我冇在，最后两个了，应该是无啊，来一包好了，2包3包，卖一包了。剥皮辣椒剥皮，就前面，好不好？大姐，这里没啊，一包多少？一包了。姐妹啊，来，紧紧紧，紧紧紧。我给你挤了，没没对吧？我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五包啊，拢五零啊，我没啊。这边边哦，这边长尾的哦，我大还拍水不啊？现在，小姐不好意思，他拿得很快。来，阿哥要吃啥味？你讲。小卷，小卷。小哥来。快来500块来，毛巾，来，你上料没有哈？来500来，这资金袂安尼袂趁钱的。来500来，500来，赶快，哦，跳过。来500，小哥，上无买着，都买着哈。哦，你着，安尼好啦，摕我的纸面，我起来计五包好了。小哥真正漂亮，你都袂安买，我嘛无发过啊。来二阿古来要吃啷个？鹅啊哟，鹅啊无买着，今年啊，无啊全家呢。超好吃的，超大份的，而且现在鹅啊涨大价哦。为什么涨大价？你哪快点去的？大家来，冷包没大哦，来700块都100块来，一个人拿2包100块。来200来。一个200。100来，这几百来，来额外100块而已，100块。来，阿大姐阿姨阿妹你，来今年来100块，免考虑阿富呢，今年来最后一个人给额外100块，安尼我买掉吼，来你上回来，哦，来额外大姐啊，各位，还是爱等我一下，来我跳脚别拼拼的吼，呀，有，来这一包250。公鸡话卖你250，有啦，有人会买啦，不价位一定买，因为它真的很多料，做实在哦，御品吃香佛跳墙。但是现在出现哦，我就恁怀疑啊，一克啊一包哦，1.2公斤哦，我不要卖250了，200都不用，来这样买一包2包，公斤啊，这可遇不可求啊，这要回馈哦恁啊，免其他我2包，一包100哦，你绝对买袂着，这样买一包，来一包佛跳墙。100块来，加热就好吃了。700块先生收来，哎呀，我每斤每人700块了，你去打个喝住。来，700块有哪边叫？我料想。哇，这个100块真的太便宜了。来，700块来，来你上来回来，一百六。来加热。这你加的，你就知，100块真正好上俗啦。
烧烧啊，今天啊无料吃，一包一包烧烧啊，一包拢啊吼，无料吃，阿伯伯也就，哇塞，谢谢你们了、啊，感谢你们的，500块还要考虑那么久，收起来好了，来我一个来对，我一个来啊，来瓜瓜园哦，遇见地瓜园，这一卡应该里面刚才高峰，两卡就是200块，来，多交，来，免200。还有一个半月哦，我的计价，我的回馈，来两包两盒，买300，买一盒我200了，100块我能100块来，两盒卖你一盒的钱就好了，来700块一斤，不要开了啦，你回去自己看看。哎，这个一盒99块嘞。再送一盒。3盒给你，来100块，来回高给你，来我100了，准备了，我啥不要100，来100过来，来大哥你们啥好货啊？来100货嘞，我只要啥不要100货嘞，这几天都没喝上面啊，这啥不要100是不是？是不是太上面钱啊？撩起卖撩起的没卖啊？这太起来，哎100货红赢，3盒100块都有了哈，好谢谢，哎你们还要什么？快快。来，我们讲干杯来，我爸过来，500块，哎，好久不见，来干杯来，我爸好，我来要讲干杯吧，1公斤哦，两包，干杯拢起价啊，我哥阿你起来话，来，免500，三个人下面用煎的，用炒的，用清蒸的，阿无你煮汤拢好食，来要讲干杯，这两包1公斤，免500，靠腰免500，需要哦。干杯，要吃台400，来300，300块，来三个客人买来干杯，不是一包卖你300呢，一包卖你的呢，两包1公斤300块了，来你上杯来，进来，干杯300块免考虑啦，这两包1公斤300，你要准备啊，来300拢话收来啊，干杯300块，有人卖掉无，拢卖掉啊，乖，这徛要八九十个，我你给我拍平。一包公是优待哦，你百五来一包拢。好呀，我也买一包，安尼唔对诶，都来我见无。来，要吃三个一头，不用煮了，不用煮了，你回去就加热就好了，加热就好了。哦，免搁淡仔冷，搁淡仔袂冷袂生啊！你刚刚煮一个三个一头，上叫八项料啊。一客啊，免300，免200，200。来，700呢？100块来三个一头，来700来。这样，每一客啊来，这100块买不到这个啦。真正是拢回馈特价哩呢，来700块来，哦，1500克哦，这单哦，来1200克哦，买足单，两斤单的呢，来700块来，三个一头来，紧，一百，有要吃鱼头的，较紧，来，大姐，前面大姐来，100块来，三个一头，有要钓紧的，来700块钓，过来，来一百了，紧的，还袂要钓，赶紧，100块来，三个一头，怎么看到？你拢买一客呢啊？你的后悔，你吃好吃的无啊？来700块三杯头，有好多新东西、啊。四小腿没有，只有卡拉鸡腿堡了。不是没有带，那个没货，那个不是我想拿就有得拿呢。你要等他配什么东西给我们，我们再。那是亲兄配哦，喂，你动作我点啥了，不是啊？没有，都没有。你那鸡肉真的都贵了，啊，你家都贵了。不是，我们可以选呐、啊。所以我嘛不爱讲点名的。来，南方澳这一片大地方，来只要一份满免500，来300块好不？300块来，变成80块了啦。是的，来我给你讲，我要收几只大地。来300块，什么价？来六块。来7块，来8块，我了，你帮我捡这个钱真的，300块的，不是500哦，来高地。金马啦，这金米卖完就无事介绍，槟榔味较好食啦，特地予恁啦，来啦，300块来啦，了了的啦，伊袂晓揢两条，爸爸食伊啊，啊揢两条，妹妹食伊啊，一定爱买等于家己食哦，哦分享，买回去分享，都还划算，我卖你们太便宜了，来300块来5块，来7块8块9块，来10块来300，来赶快，这是真的南方澳的哦，我来5块。来8块、9块、10块来300块来，我有人无买着咸鱼片，要紧，最后一箱了，来还没有拿到的，赶快。南方澳你唔敢对哦，你英国更加贵少啊，英国过去一点，英国。
八个给你来，来高点十个给你来，来三百块的。现在你填补在那个金三角遐，他们好啊你啊，好谢谢感谢各位。来，你把你个解说，对面我话的是云南啊，柬埔寨就对了。来了，要吃毛肚的，一百块外斤，两包一公斤，卖一百五了，一百多，一百多上面，来毛肚，谢谢啊，安尼两只只啦，来一百块来毛肚，一百块够两杯毛肚不？有了哦，谢谢。泡菜哦，大家好，来韩式泡菜哦，来拉拉杯来对不？哇，这一盒要一百六啦，真正好吃，来七百块，几阿斤够？来泡菜，还是泡菜一百块？人世界看哪一款的一百？我这讲款的还袂百块呢，来七百块来，还是泡菜来？来一百块来，七百块俩，多价多价，这还是泡菜？你如果去外面吃超贵的，来一百块来，还是泡菜？来七八，还拢袂了哈？我连泡菜都有。来一百块，安龙买俩吼，好，你收起来。来红烧不能点吗？红烧是不？好，红烧来，鸡米花，这边干嘛？哦，这不会辣哈、啊，而且今天的老大坏，要做短点啊。这是板烤鸡米花，这薯薯类有没有？这样一包一公斤哦。没三包，你要不来两百块都。板烤鸡米花，两包，一次吃啊，等下你蒸煮炒煮拢不要紧。来大锅，这样给一包来。这个肉，这个肉的外公，鸡米花无人敢卖啊。免两包，一公斤包我来。叫我。来，来啦哦，一公斤的。一人一包，来七八块完了。这个。板烤鸡米花，哎，这无俗的，这一公斤卖你两包，有够俗啊！来七八块来。烧烤鸡米花来，给来一百块来。好了好了，烧烤鸡米花一百块了，一百块够了哈，随便你煮，你要加什么都可以。来一百块，要炒的菜，要煮的菜，要煎的菜，要清炒锅的菜，一百块了，重点卖你一百了，讲讲咩了哈，你请来。烧烤鸡米花一包卖一百块一公斤呢。好来，意大利面上店没？来红烧来，红烧要千八百来五百块。外公昂沙没赚钱啊，现在卖鱼不会赚钱啊、哦、所以你看你们要点鱼我才会卖你们。来我爸过来两个人给买好。我来猛酒饭好我给买来。来这边给我你昂沙。金鲳鱼来五百块谁要吃金鲳鱼我爸好赚钱啊。来你两个买好。公鸡呢这边赚钱不嫌多料。来我爸过来两个人给下来昂沙。我爸好有啊、哦。来有啊好谢谢没有那么便宜啦。他们你看其他走那边啊，那边来，阿妹讲啊，九班后来，九班我那边没有来，那九班只会背吧，还没夸啦。我只会背吧，我好没讲。阿娘，我没讲嘛。上面价两块钱光的。我说的话大家都相信，只有你不相信，你妈的。哇啦！来千五，这样两人买来，搞笑啊！这位阿头妹，他们吃上班，两对，这两位的，千五、千三、千一，来一千二，杜龙过来，星期三跟星期日没错啊，杜龙。再去，前方边这边的买来，来好，安哥要爱上，来意大利面两百过来。意大利面很久没卖了，赶快来！喜欢吃的来，两百块，冷包过来，来冷包，来三包零八杯，七包零冷包，五包零三包，来冷包了，两百块意大利面谁要吃？来再来一包，冷包哦，多加冷包了，我看全专门给你了，来冷包姐妹们，意大利面，你再不买，下次他就不出现了哦，意大利面冷包了吗？啊，谢谢，啊，安尼我就签名哦。我们一袋面汤杯，来薯条谁要？来一公斤的薯条，超好吃的，脆薯，来边加两包，来边加七百多，一百块来。你唔知薯条都贵哦，我买一百块给你看，一包卖两包，你无得买来七百多，一百块薯条多少了哈？好，吃薯条的还没出来，来这上多多七百块来。做多少杯要吃？一盒69块，两盒140，来七八六。
点讲给我啦，三条料理啦。今天都练对了，加了就好吃了，来100块，超好吃的，这些个啊，这两个做卤味的，阿罗哈卤味，来100块。我已经卖三行，你无点动啊吼。好了，卖鱼了。我卖钱，我就开始让你刮掉啊，封箱给你变，封箱给你订，来100。做姜瓜给你订。卖鱼了，卖鱼。100块来，多少都买到了哈。来，好，安尼过来卖鱼啊。啊，阳光拢卖鱼啊，得。卖鱼，我这特价，我不要你卖啊。来，头车500块。500块来，拖车来两条哩，来三条四条哩，来500块，有人要拖拖拖的无？来500块了，来我来讲，招恁三个要拖，五拖鱼来500块来，拖车500，拖车恁三个要拖，四片哦，来500块，我先要拖车炸，我你也不用拖拖，快讲三个人给油价哦哩，卖500，来300块来，一片不到80块，要收起来喽。火车白肉的哦，来300块来，来你上尾最后一个人给火车啊500块给你，300块来，水无啊，足够呢。来300块，最后一个人不多余，还没有买到举手。来300，来小姐要来，赶快。来左边小姐要，来还你们要什么？那是淡的，不是咸的，酱。来啊，阳光来。哦，这得要你创造奇迹啊，这你看好没？来，水吧。当然你看起来讲啊，这皮衫太安尼啊，这已经，但咱厂商已经也皮包好啊。你当然唔免阁无用，啊无这阳光无好睇，你主要太多掠齿以外，皮爱阁包，只要该包好啊，足方便。但我爸只要讲，你当然拢免无用啊。你若退冰，最细只的，越煎越脆，越红烧煮米线啊。来啦，我也免讲白，来300，来300块，啥物只阳光？阳光足贵啦，但是包足甜足好食。来300了，阿姨你只。今天没有客气啊，你来300了，阳光300块。今天宝贝也就阳光，今天买足钱啊，买阳光的。阿姐开无呀？阿姐啊。我给你七只，半卖半销售，一百卖400块，你买不了，一百拿五只卖回来，加400，300，来200了，阳光200块来，我大家买就八左右啦，你要2块吗？快吃啊！来，两公公抓过来，来200块来。背背靠腰400块，唔免俾你200，来阳光来，200块来。你阳光够啦，叫阿伯嚟啦，阿伯真正做鱼肉真的很嫩啊，肉真的很嫩。来200块得啦，200块。我最近都比较差。来阳光200块得，来，你上来。你吃阳光较紧的啦，这嘛无逐礼拜有啊，来啦，200块得啦。要清早。我已经拉足久无阳光人卖啦，不是你想要卖阳光就有阳光人卖呢？这做好欠费，因为阳光真足歹呀，而且计小足贵，无可能安尼卖你好无？来200来给你。安尼剩两个人给你，好，无买着阳光的铁饼，啊甲水甲细者，就咱用煎的用炊红烧，豆油换成煮，煮米烧拢不要紧。来200块来，各人无买着阳光无？最好两个人给无啊？来阳光200块来，200块来，给你给。来200，安尼拢玩吼，阳光，想要袂好玩，等下佫袂去买足忝呢。了了了，我无想要袂困难办啊。来，你已经有买一份哦，200多，你已经有买一份哦。哦，等一下没有阳光了，等一下没有人啊。来，我又带4个客人。一料再料，别别玩，就说有买200的，去管理下边海瑞来，700块来。来，边海瑞哦，爱边海瑞哦，五倍哦。来，好啊，你坐啊。来，后边后边，哦，乖哦，乖乖乖，后边乖。我阳光都会调，你好啊，后边坐，你乖啊，笑别瑞。来。老花了。哦，这谁坐啊？来，鲑鱼来。你要吃大碟啊？是要吃铁板鲑鱼的？你要吃大碟，你跟我讲，今天有带，可是大片的很贵。哦，你哪边叫我提起来看？你那边欢乐啦，一贵是贵的啦，我嘛是上好恁啦。这铁板鲑鱼，这是铁板烧这样的，你不买没关系，再过一个礼拜你也看不到它了，没有货了。我已经都贵，我点了400块来300块的鲑鱼，谁要吃的？来3个客人买鲑鱼，铁板鲑鱼。这个你不要抹盐啊，你个真正来个三花火烧就做好滴啊！来300块的，来招姐妹来，来几多个？来几多个手？300，
都吃要买一个炸的啊，来，几块啊？八块呢？老弟啊，我倒，安尼啊，花五百，倒，因为倒啊，来三百块，就头前要来鲑鱼，九片给你，来三百块，这倒倒好几支啊，来啦，三百多啦，几块啊？老弟，老弟我丢，好像那高级高级高级，其他谢谢。来啦，十条恁啦，赶紧啦，来啦，三百块得啦，鲑鱼来，三百块来，最后两位喽，赶快哦，鲑鱼。三百过来，一个人十片哦。来三百，最后一个人，给鲑鱼，够人宝贝了冇？三百过来，小姐要来，来过来，过来，拿出来。拿出来！拿出来！阿贵啊，快别话哦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摕出来，我帮你拍马赛克。你也有马赛克的功能呀？哇，自带耶，自带。我等下穿袂贵的时候，爱伊个好拍呢。啊，无我惊哦，人数会愈来愈多哩。诶，无要紧啦。来三百块来，我听你好投诉哎。来大哥要吼，这是进来进来还没有抹过眼，你回去我就叫你就要抹眼，这里跟撒胡椒很香很甜。来三百，最后就喜欢鲑鱼，有啊，铁板鲑鱼，阿妹妹也就有啊哈，好，表示好，来，哦，阿妹吃布拉鱼，布拉鱼有啊，布拉鱼最后就喜欢啊，手动的布拉鱼，很漂亮。啊，但是真的很贵，一盒就110了，两盒就220了，这个比生的还要贵哦。哦，因为现在请人瑞杀，你现在傻傻哦，还个白，来五个进来来，你请三星，不然一个也姓大，所以这比钱还贵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来这样两天，免其他人来两百，我都让你大家拢有不来当吃。今麦不来都贵，因为抓无，真正抓无，所以两天两百都少啊，百五，你大家买一定来100块了。一百块，不赖，一百块来，大家买对来，两百块买袂百块，无咧买一百两，来不赖一百块，啊这料是这块一百块，来不赖用煎蛋的啦，煮一下蛋花汤啦，煮一下粥啦，都很营养。来100块来，哎一枚高钙啊，来啦一百块两啊，三个要来，来100块来，不赖一百够三百块了。这其实不用喜欢不一样嘛，这两天一百是比较好笑的。来一百，最后春节也无啦，无来一百喉咙话哦，来朱家宇继续。来，你们有去日本料理店或者是探讨那个烧烤店不？你卖假货凶一样，你绝对有价值，因为这用行的非常的胖，非常的肉酱，非常的好吃。来，一家行好就爱卖你偌济，爱高价吧，无行的一家卖六十。来，我们进来两百块了，朱家宇，这是一夜干龙，朱家宇的一夜干龙，回去你煎一煎，烤一烤都不用，我不用用什么酱油啦，什么胡椒都不用的，你就先吃吃看，如果我到表面回来看三毛钱，哦，因为这一夜干龙条件啊，来，我们进来两百块来，朱家宇一夜干，来两百块，喜欢吃鱼的举手，我不会叫你。我不会免中医免，即四杯免两百，免百五，我你大家吃一百好玩的。黄金竹甲鱼，试吃真的不好听，再送你一只来，100块来，黄金竹甲鱼来。